反应不够明显。我说哎呦，然后何哥上来给我一刀，我当时真的傻了，我还挺兴奋的，因为我脚大，你知道吧？完了，哇，怎么那么后面呀？是啊，倒数第二个，第一个为什么连把刀都没有啊？我就弄在上面你没。第二个，好好，第二个，那我就变形金刚，我操，我裂开，哇，天哪，哇，怎么就专不给后面留点有用的呗？后面正义进账，正义进账，后面有正义进账，别，给我留把刀吧。好，兄弟们，给你们选个啥？没警长这把，哇，这把没警长，网红不选了，狼人不好赢，本来就没刺，你怎么？右击是吧？来，右击，碧银元 ，OK， 我选的，好。苏苏是右针啊！哎，齐奶奶钻地道了！朱大强刀了他一转头就跑，我直接拍了报警，旁边一大堆人都看到了啊！朱大强永生，这个，刀了他一转头就跑过。OK， 那没什么问题，我是在右上角，然后。朱大强，因为我看不到右边的情况，但是我看见一个朱大强在往右边跑，那么我觉得没问题，对吧？很多人都在喊朱大强，那么我觉得可以投朱大强过。我是跟猴哥在发动机复活，猴哥给我报了身份，我肉汁啊。然后我们走到娱乐室之后，朱大强面倒，然后猪猪报了警，当时在旁边，猪猪旁边有谁啊？忘记了，猪猪旁边还有一个人，但我忘记是谁了。那个人没有补刀，应该也是好人。其他的没了，先出朱大强过。那肯定是要先出朱大强的，我说下吧，虽然说我不在啊，那我能看得到的。然后先是猪猪和太医本来是都是站在那个范泽左边那个夹角里面嘛，然后朱大强过来刀人就想往右边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你们再聊聊外置位的秀才哥和布布什么死的，好吧？啊，饭堂的没有，不是在饭堂刀的吗？那你们再聊聊啊，过。我呀，雷嘛，你们没有看到有两个朱大强吗？我在那个娱乐室右边那个菱形桌底下右击球球那里报警前夕，我看见了两个，我是谁变的？我跟我一起到饭堂的人是谁？有好多人哦，我见过西恩，见过耗子，见过秀才，还在边上还出现过谁？出现过好多人。我是那个铁好，如果有两个我的话，那只能作明我的身份啊。那这一把我肯定铁好人的时候，我是听到了报警前夕有人喊说朱大强，我还在懵，我以为是叫我快跑，合着是要投我。嗯，我过了，我被冤死。不对，如果人不是你刀的，或其实啊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朱大强啊，他很憋屈。为什么憋屈呢？因为这人不是他刀的，但是刀人呢是他队友，对吧？所以他没点出他的队友是谁。那么我给你点一点你的队友是谁吧。刚才在左边有猪猪，有我，然后苏苏是右身，我给他报身份了，还有王野，然后还有一个七仔在钻地道了。七仔在钻地道了，我看我们有没有工程区，有啊。那在我这里一共死了三个人，首先朱大强肯定为定狼，第二个狼是谁？第二个狼是耗子，因为我右上角我没看见他，这个肯定是第二匹狼。那么第三匹狼他点出来一个吸音，那我直接把吸音给排除，第三匹狼大概率为 18Z 与王拉居里边的一个人，所以这轮我们全票打败这个朱大强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过。王拉居发言，我这把娱乐室复活，但是我储物间有任务，然后我就在储物间做任务，任务还没做完就报警，信息就是这么多。那如果按猴哥这么盘，那我觉得十八 G 大强大概率是双狼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什么角色，那我会投大强。哇，王爷这边发言，当时我在娱乐室这边就是探案桌的左边的时候，
左外角有那个太医跟猪猪啊，太医说啊，猪猪，我这边看着你啊，你保护你，好吧，你这边肯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太医就直接被大强给刀了，好吧，大强在我这边铁定不是一张好牌，好吧，那我就是说，但是有可能，他的队友应该是作为一只变形狼，变形了变成他的样子，想帮他脱身啊，做一张好人牌，做不成，好吧，我这边就只有这点信息，我这边过。西恩发言，朱大强一定为地狼，不管他是变身狼还是什么，我跟七仔在复活来到了饭堂之后，我是往右边去看的，当时拍您前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呀？朱大强他说他在饭堂那个下边，我在上边，好家伙，他在那挡太医尸体，我刚想去派警，你们拍了，全票打飞朱大强过。哦，哎，你还听假干嘛嘎子？拉我一起，我不认你啊！为什么不认你呢？因为你把秀才哥捅完你就跑呀，真是当没人看见是吧？啊，秀才哥搁哪儿呢？搁那个台球桌左边上面那个椅子站着的，左右摇摆呢。嘿，我的碗要完就跑到吗？到了呀，先投朱大强，吃完了都。先投地狼出去，如果三狼再打的话没法打了，对不对？谢谢海狸，然后把西恩投出去，他是那个鹈鹕呀，好吧，先投朱大强，过。七仔仔，你知道的太多。啊！这咋这么多弃票呢？五个弃票啦！早走早把好人成全了，兄弟们！为啥会有五个弃票啊？哎呀，那呆呆鸟不想赢，呆呆鸟。有没有鸽子？去吃个狼，我去吃个狼，我去吃个狼。呆呆鸟有呆呆鸟。猴哥，我是站这儿的。放屁！来，我是呆呆鸟。我来映射呆呆鸟。你呀个屁！这种情况下，呆呆鸟还弃票了，我只能王拉起了。王野狼，大强狼，天哪！那个呆呆鸟你在干什么？你上一轮那个弃票，你觉得有啥意义吗？没看懂那个操作，好吧？后主位归票，王野是个狼，朱大强是个狼，十八弟是个狼，让鬼，随便鬼，过。你干嘛归我是狼呀？我光鸟，我上把是打死朱大强一张牌的呀，对是不对？我就算你说是吧，我就算，哇，我都不懂，我和朱大强不沾边，我上来是吧？而且我是光鸟呀，我是在那个医疗室啊，这把我还是在医疗室呀，大家都在饭堂那个开饭那里，然后后面就往那个医疗室，往那个娱乐室的门口那边过去，然后就报警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看到七仔仔是往那个保安室那边去了一下。哦，对吧？那中立就不要再弃票了呀，那出头狼呗，是吧？或者实在不行，你们狼，我们把这西恩这个鹈鹕出了也可以啊，过。我等我的律师来再发言，过。我是朱大强的律师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准备起诉王野先生，告他当面行凶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也可以请你的律师来。但我们这一票必挂你，谢谢，我发言结束了。王爷这边发言，那我这边就要请出我的猪猪律师为我辩护了，好吧？他应该能证明我不可能到那，不可能是出刀的那个人，好吧？就由猪猪公主来说吧。啊，我这边挂。哦，对不起，点错了，反正我也没票嘛，我鹈鹕嘛。已知三狼和鹈鹕在场，你那个中立，你不在头一个人，你的赢。OK 吗？对不对？先出王爷没有毛病，十八人你能是什么好人？已知三狼在场一个鹈鹕，你说要先出我鹈鹕，你十八人能好到哪里去？好吧，过。十八类，我只能认你一只鱼耳的兴奋，好吧？那先打飞王爷，王拉居女婿，请你的票点到王爷心上，好吗？一定要出一个坏人了，不然他们真控场了，你也没法赢。知道你是个呆呆鸟，你也赢不了，知道吧？你得先打飞王爷。我 OK， 王爷的猪猪律师被静音了啊，郭。OK， 耗子发言，十八队是匹狼，王爷十八队，朱大强三狼，我是官鸟。然后我说了我要去验身份，我上去的时候，欣姐直接往我身上跑了，她也说她要去吃狼，欣姐在搁这假干妈干的说去吃狼，然后想吃我，我说我要验一手。我给你们验一手，结果他上来就要想吃我，我跑得快，不然我就没了。投王也过。哎，不对，这还有高科技的，怎么还有恶心观鸟啊？观鸟都要传。那我不吃你了。胖子观鸟验身份了。
我是那个鸟，但我不是那个鸟啊。我操！哎呦，耗子，你还敢跳观鸟啊？耗子，来耶啊！耗子，来来耶！耗子，来耶！谁的 BGM？ 哎呦，怎么了？明天我过生日，我老子出去，今天晚上早点下播，出去放纵一下，不行的吗？可以。为什么就不能早下播？生日快乐！哎呦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浩哥。好、哦，来。哎，今天刚学的生日快乐歌，可以。耗子，朱大强，回票归谁？不急，乱鬼过。我想把生日快乐学一下。有你们好人回票的份儿吗？嗯，我们三个坏杯都已经控场了，过。三个坏杯，你们三个坏杯，先是提壶，你们三个坏杯，王爷不是被投出去了吗？哪来三个坏杯？大强面刀，大强面刀，嗯，出不知道出谁，出大强，不先啊，都看看这生日快乐怎么吹的，我学一下啊。我闭麦学，好吧。朱大强和耗子，等我学成功了，我给你们演奏一下。这把书呢，全怪叔叔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拍你？你让我吃个狼再拍不行吗？他俩都动刀了，那不是稳赢吗？先把耗子关起来，变形狼，你们投他，我只能弃票。把耗子关起来，我去吃。过。OK， 西恩姐说的没错，先把耗子关起来，然后你去吃。OK， 我信你，西恩姐。王老君投他，你待在鸟你也赢不了，对不对？不能让狼人赢，我们让仙姐赢都不能让狼人赢。一会儿王老君，如果我们场上有两个好人的话，我一会儿挂你一票，你信任哥们儿，哥们儿铁保护你。投耗子。大强，你在外面必须得刀一个好人，不然的话恩姐吃一个好人进去，然后我们刀了恩姐，然后你在外面去动一个好人的刀，然后钻管道，然后跑躲起来，好吧？我在那边拼刀过，记得刀好个好人啊。就你们狼都会关东啊，我也会抓。七个人，结果只剩六个。是个哎，不对呀，耗子。哎，我还说乱鬼。这个呆呆鸟还想赢？乱鬼个啥？跟你呆呆鸟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呆呆鸟还想赢？噔噔噔噔。哎呀！跟着我呀！哎呦，他搁这儿左右晃，左位。我做了。做任务，做任务。好了，他在左边。卡啾啾，又卡啾啾。你最好是走前面。那要不你啊，我走前面，我在想你要不吃我一口爽一下算了。嗯、要好，我躲起来。好啊，但我报警也没用啊，两狼都在，可能我学会了，兄弟们，还有多少？我学会了，来给你们来一首啊。54你的你比狼任务快，你比狼任务快，你可以多好，过敏了，过敏了，哇，可以啊！我们的恩姐找不到，我们的恩姐找不到我们，她就要吃人了。帅，大家鸟真难玩。
白的鸟还能追着狼跑，你敢信？猪猪律师开高高科技，我知道他。可不可以不要打我了？让我活过第一轮。好，再把选个带带鸟。让给你们，我去尿个尿。我都没看到有啥，我靠！我都没看到有啥，选了个鹅。哎呀，都是废物啊！十八的。西恩什么身份？猴哥，我警长，什么身份？我说，我过来给你报。完了，笑死了！猴哥，我到了，他来给我报网。他说他是警长，那我是什么？笑死了！我到了，过。他妈的，我这是有个警长，我操！的确，那仙姐跟那个孙悟空两个人去报身份了，好吧？我给你报，然后这一刀就认不认吧？我只认一半啊，真只认一半。然后我做了个广播室的任务，我知道，那广播可以通话了。哎、真准呐、啊！我操，真寸呐、啊！行，现在你做广播任务，我让你挺好。恩姐拉猴哥出去报身份，猴哥跳警长。恩姐说他是警长，把猴哥刀。我有点不信呐、啊，这刀，我有点不太信啊。过了，没跑了。孙悟空，你自己不想想的吗？啊，在那里头烟群里报个警长，那怎么可能的呢？对不对？那西安能是什么好牌？那直接把西安出了不得了啊！他直接在人群里问：“那个猴哥，你妈妈？”猴哥说：“我警长，那有病的吗？上来让一刀的吗？对不对？这太假了！”出西安过来。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西安进来，饭堂领刀，欺骗过。OK， 过了。我刚才在那个娱乐室挂机，那王爷在我旁边单防我过。啊，啥意思啊？七仔刚说啥？啥意思？他说他是肉汁儿吗？他说我肉汁儿，我做了一个通讯任务，我肉汁儿还是啥？我十八岁不是上来说肉汁儿吗？看你们吧，过。我是鹅。我是没听懂不在说什么。进去西恩吃我一刀，我会出手，然后弃票。啥呀？啥呀？啊！你们都在聊啥呀？耗子，我没说是漏汁啊！你上来就叫我，哎，十八岁，我来找你，我跟你，我没说我是漏汁啊。那先这刀一半一半嘛，叔叔挺滑的啊。然后这边七仔仔是说做了通讯任务是吧？如果有进度条，我直接找你报身份啊，过。西恩这一刀我觉得能认下，是因为西恩开刀的方式大家都了解。那他敢开刀然后又报警，我觉得可认做好。那前面谁踩了西恩好像西恩是没有队友的，当然上面好像都顺踩了啊，都没有自己的一个理解。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我自己的理解，就是苏苏小赖狗说听不懂布布在说什么，布布刚才明显说是他自己带刀，但是苏苏你有点感觉要递身份的那个感觉，我觉得苏苏这一刀就什么这个发言不太做好，而且还很滑，我想投苏苏了已经，我不投西恩过。说实话，我刚刚那段布布的发言我也没听懂，我反应跟苏苏一毛一样。不用听懂，他根本不想发言。如果你认西恩是坏的，我也不想发言。那票西恩不就好了吗？啊？那如果跟你身份对撞了，不是直接票西恩就好了吗？又说要弃票，我反应跟苏苏一毛一样。那我的这。虽然啊，我没有任何信息，我去到饭堂就报警，周围一堆人。但是听完发言，我觉得布布跟大强多多少少要开点问题，这是我的，我总结出来的，不知道对不对。布布大强，我想在他们里面过。哎，
王爷这边发言，如果说是按照大数据来说的话，先如果是汉景的话，他需要拉人出去对身份上再把猴哥给刀了吗？不是应该抿个座位直接上去就是拉手就是一刀吗？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我不负责归这个票，但是我个人自己我会把这个票挂在西恩身上，好吧，我这边挂。我要被狼冲票了，我投的不啊！耶，我不是说弃票吗？我弃票了。不是，何秀才都是坏人。我真紧张。我是弃了票的。哎，你说我跟布布都坏，我投的不。我是呆呆鸟啊！太呆了，你必须死！我紧张。遇到真紧张。那谁知道你是警长啊？这也太准了。七仔仔是肉汁，七仔仔是肉汁。你还说你是警长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我那里给你报个假身份，我直接追着你逃。你连身份都没给我报、啊，从那一刻你就已经，我报了，你都没给我报身份，你就已经注定了死亡。朱大强刀了王拉奇，面刀朱大强。然后上一轮我应该是没听错，上一轮不说的是什么？他说，他意思就是他是警长，他会出手，然后他又要弃票不出西恩节，那不那个发言在我这就是暴狼发言啊。嗯，先说朱大强吧，朱大强面刀的那个王拉奇，然后外之位还死了个谁？死了个耗子，我没有看到，当时我是在那个娱乐室拍案桌的左边那里动了刀，其他的没了。朱大强过。这个叔叔说谎啊，耗子刚才是在饭堂的啊，应该不也看见了。然后耗子先倒牌，你叔叔没看见，然后报警进来，拉的是谁的尸体？王拉驹的尸体。那王拉驹会不会是加拿大呀？不知道，有可能叔叔和朱大强双狼啊。过，我来给你讲一下叔叔到底是什么。第一把、我保了西恩大傻子，西恩是一张好人牌走的，对吧？他临走的遗言大家都能听得到，那个语气非常正，且我投票的时候投的不是西恩大傻子，而是弃票了。那我做不做好半个好人，而也知我是那一个半个的带刀的好人的情况下，我当时听见一个人在娱乐室一直在说朱大强是坏的，朱大强是在坏的，然后七仔仔好像之前还去了桥梁，然后也说哥们 CPU 烧了，这些信息都对是不对？那当然，当时耗子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啊，我没有耗子那边视野，但是王拉奇怎么死的，一定是苏苏直接手起刀落把王拉驹刀死了以后报的警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踩一个在边上的我，因为王拉驹在我的眼里是半个好人且半个坏人，是因为王拉驹是第一个踩我的人，所以我对他一直保持怀疑。苏苏刀了他的时候我还觉得挺做好，但是苏苏刀完他之后直接踩我，那他是什么牌？他一定是个一个坏人牌，且我带刀的情况下他又带刀，西恩又带刀，又被弄走的情况下，苏苏铁狼，我这把铁头苏苏过。王爷这边发言，我这边在上一轮的时候其实我说是我自己会投西恩，对不对？但是西恩刚刚前面走的时候其实应该很明显应该是好人带刀走的，这边的话如果西恩他是好人带刀走的话，那他刚才大强在上一轮的时候保他的话，大强在我这边应该算是为好的，所以苏苏这边报警位的话，他说是大强这边面刀，那听后面的怎么说嘛。如果要是苏苏这边是实际是刀人的那个的话，那肯定要出苏苏呀。我这边过报警位，我认为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跟猪猪在一起，然后我复活是跟朱大强在一起复活的，然后朱大强跟谁走呢？跟十八队走的。那我能不能打你双狼双刀呢？十八队也说了，耗子是在那儿死的，叔叔小门口的视角估计是没看到，对不对？我能保叔叔呀，呸，我能保猪猪呀，他那个报警位我是认他为好的呀。哎，我能听猪猪归票啊，我能听猪猪归票，我单方面我要投朱大强过。如果说 N 减是一个好刀走的话，那么朱大强他上一把保了一神剑，那么在我这里朱大强的话，不对，苏苏报警位我还是信苏苏的，朱大强吧。啊，七仔在跟猪猪能互报，对吧？
王爷他是跟着大强才输出，如果说要打王大强是哪的话，那王爷也跑不掉啊。好吧，先投大强过。不，先不出大强，先出十八 Z， 十八 Z 刀了耗子骑着鱼。十八 Z 在哪儿刀的？耗子的尸体是在哪儿？我告诉你，在那个六角球桌上边的那个左边，那不是有两个凳子吗？左边这个凳子，谢谢。我当时站在娱乐室的室的这个位置，当时我是想去刀那个十八 Z 的，因为我是复仇者，我就讲等你们谁先开刀，开完刀我就去刀了十八 Z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十八 Z 上来直接就是把那个耗子骑鱼刀完了，刀完我眼睛红了，我要去刀子的时候，然后就已经拍警进来了。那朱大强和苏苏你们排不明白的话，那也就是说要不然苏苏十八 Z 双狼，要不然十八 Z 朱大强双狼，对不对？我以为朱大强如果你们认得好的话，他好就好在哪儿？好在他捞了那个吸烟大傻子。坏是坏在哪儿？坏是他没有认他刀王拉居这一刀，但是他踩的是苏苏。那如果你认朱大强为好，那就苏苏十八 Z 双狼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是认朱大强刚才这一刀如果是他开的，他又不认，对不对？那苏苏一定为好，那就十八 Z 和朱大强双狼。怎么打都先出十八 Z， 对是不对？不是秃鹫啊，过了。这里发布一则寻刀启事啊，但凡你喂我一口，我就做你的狗，我永远帮着你玩，好人狼人都可以，欢迎踊跃报名，我在通讯间等你。Over over 过。吵死了，吵死了，吵到我的眼睛了！不，那就先全票打飞十八 Z。这个朱大强应该是狼，因为首先苏苏没有那个刀刀真的大啊。十八 Z 朱大强双狼，先出十八 Z 过，归票了，归十八 Z。OK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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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行出任务。哇！还是应该来个提壶。哇 ！Amazing！ 那呆呆鸟什么用？呆呆鸟可以上来报警长，然后找死啊，猴哥！我下回都是呆呆鸟。我明白，下回呆呆鸟。秀才哥刚玩了这个套路，然后猴哥马上又来，结果不一样的结局。在我旁边是个警长。好像是相同的角色，相同的人，但是不一样的结果。上来，他说：“西恩，我是警长，你是什么？”哎呀！哎呀！我是什么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，了我不进了，我不进了。王爷，王爷是狼人，王爷狼人我不吃了，王爷，我操！太医肯定是那个秃鹫啊，那个七仔仔是被刀掉了，然后太医把那个七仔仔尸体吃掉了，然后步不知道是谁刀的，啊，步应该是那匹狼，因为他在后面嘛。我明白下回呆呆鸟怎么玩了。我明白七仔仔是夹在我跟太医和步中间的，然后七仔仔被刀了以后，然后他们其中的一个把七仔仔给吃掉了，然后现在步倒牌了，我不知道是谁刀的。这样兄弟们啊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下把有人选呆呆鸟的情况下，我们直接，如果我们是狼人，直接拉铃啊，直接拉铃。拉铃他们也不敢抽我，他们肯定会弃票，所以我就浪费他们一个铃。虽然把我打成焦点位，但是我会杀你。下回就这么玩了，然后再下一把，我们自己选到呆呆鸟，我们就拉铃，他们就得服我了，因为没有刺客。我明白了啊，我听好，我听归票过了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朱大强，或者我们是鹈鹕把拉铃，说朱大强过。投朱大强，那不都裸着的秃鹫了？这说啥呢？先出朱大强过了。王爷以为我的脑壳长在了我的腚上，出朱大强过。我吃了个腿。王爷，你努力呀、啊！我走了。我是网红啊，现在知道谁是狼了吧？大强这样说。你是王红，四十岁男人能不能有点深沉？就是，快四十岁了，快！我网开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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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开饭，开饭，出王爷，开饭，出王爷，开饭，出王爷。绿叶，你到了太医，王爷，你网红呢？你网红，你到了太医，你网红带刀是吧？啊，来来来，你刀我来。
上卡亚四色，来嘛！我看着他刀快还是啥快？好吧 ，OK， 还跟着网红呢啊，还跟着网红。到了头球，你现在你又是网红了，是吧，王爷？我一死，全票打飞王爷，游戏改属，清清爽爽过。那么就不能让为父用复仇者的技能？我都红了两次牙了，我的眼睛在滴血，我都没开出来刀。上次我跟你说，差点就把你刀了，太医，你知道吗？你在那喊王爷王爷王爷，我差点忍住了，要不然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已经是鸡腿了，过了。我加拿大，过了过了。我低级秃鹫挂。你们自己看板子上面有没有网红啊？有没有网红鹅的信息出来过？我在第一轮的时候，我就在猪猪旁边，我说我来单防你。如果我要是那匹狼的话，或者说我要是一个我不管是 TUI 狼的话，你猪猪你能活到这一轮吗你？啊，我是网红，好吧，我太医他直接拉个零，对吧？哎，反正出太医啊，过。嗯。哎，那是头五啊。嗯。我谁偷了王爷一票？出列。哼。他网红啊！哇，我是鱼儿。王爷，你不能老是靠这种大数据跟鬼使来证明你是好人，你要提醒。我跟你说，幸亏我智商够用啊，要不然真的你都已经出去的了。真的，王爷太鬼使了。王爷，你要学学我用逻辑说服人，知道吧？对，就是。Yeah, 逻辑是玩鼠标。我想着说把王爷投了，然后我再去找我父皇赵伯承，带我父皇爽一刀呢。怎么样，我刚刚广播的不错吧？是不是很有播音员的风范？